轮到阿小云啦，阿小云 ，Hello， 你好，小云， Hello. 小云就40岁，曾经有过情绪问题，而家就好翻好多啦，系嘛？嗯，我之前有听喺电邮度WhatsApp 揾过你哋噶，唔系好记得啦。我之前就系因为我工作上面嘢影响到我有情绪病，咁、其实我已经睇医生啦，咁医生就我个情况都已经稳定，咁而家都可以暂时唔使点食药，不我有需要先食啦。即系医生同你讲话可以唔需要定时食啦，系啦，即系唔系你自己谂到噶嘛？唔系。O K， 咁咪得啦。咁你而家你觉得自己需要食药嘅密度高唔高啊？唔高。OK， 咁好啦。咁有咩问题先？我问题就系、你所讲嘅说话技巧嘅问题啊。咩啊？因为有时咧，我对住某啲人咧，我会讲嘢突然间会好唔识讲嘢，同埋会好惊同嗰个人，即系我要面对嘅人讲嘢咯。咁有冇话通常嗰啲系咩人呢？都系。我上多数都是上司咯，咁即系你俾权威而影响咗你一般嘅思考或者说话嘅能力啦，系嘛？可唔可以咁讲？又或者啲指定人佢零舍恶啊，零舍性啊，即系嗰啲，即系譬如细仔可能喺屋企好棘嘅咁样，一出到有个大只佬都凶佢，嗰啲咁样，即系有啲咁样嘅 case 啊。好棘啊！我以为你好棘就唔系，可能棘之前有个九字嘅，帮我讲落。即系有啲人咁样噶嘛，咁所以唔同咯。咁会唔会就系因为呢一个人嘅无论系职位上嘅权威，还是可能佢平日态度上令到你怯啊，所以搞到你同佢讲嘢就有问题咧？咁呢个未必同说话技巧好有关，系同你个点样去面对人嗰个关系有关。系啊，所以我系边样啊？你觉得系边样啊？都有两样都有噶，有时系人际关系。我唔系好识表达自己所讲嘅嘢，咁或同埋你所讲嘅啱啱讲个问题都系有存在咗咯。头先我讲过两个啦，一个就系你可能因为佢嘅职位有一个具权威性，所以你本身就惊，可能佢只不过系职位高过你，其他嘢同你冇分别嘅。有啲就系可能佢一般同你个关系上或者沟通上已经吓惊咗你啦。咁你系惊咗佢啦？两样都有。咁系咪真系净系佢一个人？你而家讲紧针对一个人先，你同其他人讲嘢冇问题？唔系，总之系上司或者同事都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咯。咁就意味住喺工作上有关嘅人，你全部嘅沟通上都有问题。系啊。屋企人朋友有冇？朋友都会有，但系如果我同佢熟咗之后拉屎嘅，都 OK 嘅。OK， 我哋算唔算熟？有啲紧张噶，不过成日都听你，啱啱都已经笑死咗啦！你啱啱所讲嘅笑话，我几时有讲笑话？我冇喎、啊。嗱，你嗰个咩啊？恐龙嗰个啊？嗰唔系笑话嚟，嗰、那个真事嚟噶。嗰个系台湾嗰啲陈述事件。系啊，我知道叙述翻出嚟，佢哋真系黐线噶。好啦，咁即系我哋可以而家了解到嘅。大部分状况啊，我够胆讲，大部分状况你都会有沟通嘅问题啦，系咪咁讲啊？系啊。容许我直接问问题话，即系唔介意我比较唔介意 personal 啲，即系私人少少嘅问题吓。你有情绪病几耐？两年。两年前，又或者你，又或者再数远少少，未发现有情绪病嘅时候，你嘅沟通或者表达，你觉得自己有冇问题？好过而家定比而家差定差唔多？比之前之未有情绪病之前系好啲嘅。嗯，因为我相信嗱，好坦白，好坦白讲，而家你嘅表达咧，好明显系有啲所谓窒碍咗嘅。即系你可能讲一句说话，一般人就嘣一声讲咗出嚟，好顺畅讲咗出嚟。你可能是因为情绪病或者某一些之前吃药各样的方面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了你在思考上会有时停了一停再继续讲又或者不可以好好组织一段说话去讲。所以这个就不关你事的是因为
病，即之前的病啦，同埋可能唔知药物冇关啦，就影响咗你而家呢一个表达嘅啫。嗯哼，咁所以呢一个我唔可以话系同你话你嘅说话技巧有问题，你沟通有问题，未必嘅，有其系个脑有一啲分泌物嘅唔同咗，改变咗，系啦，问题嚟嘅。直接讲叫非战之罪，唔关你的事，你明唔明啊？咁有冇得解决噶？如果除却咗，因为你表达上有时会窒一窒，你需要谂一谂之外，你觉得你有冇啲乜嘢系因为讲说话嘅技巧而犯嘅错？例如啊，我只系咁问你，你未必识答噶。我例如，我成日都唔明人哋同我讲嗰啲嘢，而我答嗰啲嘢咧，佢话我问非所答嘅。又或者例如，你明明想表达紧一件好简单嘅事，唔知点解你讲嚟讲去人哋都唔了解嘅，已经唔系讲紧你中间窒咗啦。是可能你表达到自己想讲的东西只有两成三成，你有没有这些机会？多不多这些机会？多哪样啊？刚才我讲了两样，第二即是我表来表去都是表那两三成。是啊，但是你已经尽力了，是吗？那他们都不是不明白的，不过可能要听久一点咯。就会明咯。咁会唔会系可能沟通嘅时候突然间会，譬如我同你而家倾紧关于某一本书嘅内容，你会突然间讲咗其他嘢咧？都会噶，都会噶。咁呢个就系可能点解人哋要耐少少先至明白你究竟喺度讲紧乜，因为你突然间跳咗去讲其他嘅事件啊嘛。这个有机会也是跟刚才我们说的因素有关的，所以很不公道地这么说就是不关你的事的，可能是个 receptive skills 不够强，接收那个能力不够咯。如果讲说话呢，即如果很简单地 去将它铺出来，个架构是怎样的呢？一般最普通最普通的沟通，那你跟一个人讲话，这个人他表达了自己想表达的事给你听，假如那件事是极度简单的，我要先假如极度简单的，即是例如你可不可以帮我斟杯茶，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应该没什么有错漏的位置的，是不是？那跟着你听了，你就只是答他可以和不可以，是不是？是。这些你不会有问题了，是吧？是啊。好了，那我们叫一个层次的说话了，即是只有一个可能性的，针不针，是不是？是啊。当如果其他人问你一些比较夸张的，我想喝杯茶，请问你知不知道 pantry 里面有什么茶？那你觉得对于这个问题要你去答的难度高不高？不高。那最我知道在那里或者有什么茶在里面的。即是这个都不是问题了。不是问题。好了，那即是你接收方面so far最基本的一层不是很大问题啦。那当然又要有时看，这样说不公道的，但又要有时看对方的表达能力。一般我告诉你，正常任何人的表达能力呢，没有一个是十成的。包括我在内。包括我在内。个脑是永远。是的。是的。口快过脑。没的。没一个人可以 100% 讲自己真真正正心里面想表达的事的。没的。OK? 那好了。再高层次少少咯，我想饮杯茶，我想知道个 pantry 里边有边一种茶，而边一种啱我饮咧？我今日觉得个胃有少少酸，咁你识唔识答啊？咁你又唔应该饮柠檬茶啦，咁你饮水啦，不如唔好饮茶啦。我可以界定为。但是我想喝茶，是的，我可以界定为你识答，但是你有少少问非所答。如果你想喝茶，那就喝啲淡啲嘅咯，唔好喝啲咁浓嘅茶咯。可以饮下少少啦，咁样就答啱啦。咁边种系淡啊？而我哋个 pantry 里边又有嘅，绿茶或者保健茶都得。保健茶系咪会濑屎噶？通便嘅通常都
唔系嘅咩？哦，咁系睇下你嘅肠胃啦。你冇听过咩？保健茶有泻，有嗰啲泻泻地嘅嘢噶嘛？系啊，系啊，即系佢 detox 咁样就叫系啊，系啊，系啊，好 nice 噶。我都唔知哦。嗰啲人话嘅，好啦，咁即系其实若果普通倾偈，你可以都去到基本嘅两三个、三四个层次啦。嗯、但系当然去到第三或以上嘅层次咧，你好明显系需要耐啲思考嘅。嗯，你亦都要 given， 即系需要对方系非常清晰咁样去表达嘅。系系啦，咁我哋咁样讲嘅话咧，就即系话哦，原来基本个能力冇问题。咁我会界定你为俾嗰啲人嘅形象或者权威去压咗你，令你惊，所以你根本就已经佢未行埋嚟，你已经系唔会。是冇可能正常对答的啦，嗰只专心唔到啊，直情系。系啊。嗯，咁呢一方面咧就唔系用说话技巧去补救噶啦。呢一方面就系你去先谂谂点解你要惊佢哋先，同埋点解同事又好，上司又好，你先佢哋咩一行埋嚟已经有一个无论系隔膜又好，障碍又好啦，即系点解有咁样嘅问题存在咧？佢哋会笑你。我惊会俾人，我做错嘢会俾人闹。多唔多呢啲机会？可能我之前因为份工令到我有情绪病，变咗而家我个阴影始终都。虽然话我而家份新工差唔多做咗三个月到啦，嗯，但系我始终都仲有啲阴影未过得到。咁我变咗有时候我会好惊，你惊啲咩呀？我惊俾人做错嘢，俾人闹。嗯，咁你而家我头先一开始你话唔使再食药啦，咁使唔使复诊噶？要。咁复诊？我都有定时复诊。有定时复诊嘅，咁而你见嘅系精神科医生？系。sorry， 你情绪病系咩病？有冇讲过噶？未未未，系抑郁。我抑郁，净系抑郁啫，吓、嗯，净系抑郁。你之前做咩工作噶？都系做文职嘅工作，嗯，即系冇话大分别嘅，冇话有诶嗰个职位上啊，所负责嘅工作上啊，冇话大分别嘅。以前同而家，唔同咗咯，两间公司系唔同噶。之前系嗰啲电脑公司，而家系嗰啲电信公司咯。嗯，咁你？你呢度做咗几个月啦，咁公司嘅同事会唔会知道你以前嘅状况？唔知道，唔知嘅。咁你见工嘅时候都冇提过嘅？冇。嗯，咁屋企人系知噶嘛？唔知道，唔知道。屋企人都唔知道，咁有边啲你比较近啲嘅人系知道你有呢个状况？我阿哥咯。哦，咁即系都有一个屋企人系知嘅。一个人知道咯。嗯。OK， 你出翻嚟做嘢系医生都系赞成嘅。我唔可以唔出嚟做嘢，因为我自己都咁大个，咁我都要自己。嗱，我再讲多一次，我问多一次我个问题：你出嚟做嘢呢一个决定，医生系唔系赞成噶？我话赞唔赞成嘅喎，咁你要做嘢就做嘢噶啦，香港好现实噶嘛。此言差矣。医生一个专业的人士，他有跟进你的状况的话，他也都有一个表决的能力去告诉你听，又或者有个责任去告诉你听，以你现在这个状态是否适合去工作，工作又或者是否适合去做某一些的工作。嗯，啊，那下次跟我复诊去问一问老师，不过他知道我转工的。咁所以你要问翻佢，甚至再仔细啲。如果根据你头先讲，你话你以前就系因为工作而焗到你有个病，有个抑郁出嚟，系咪要转行咧？系啦，咁有冇啲同一个差唔多嘅环境，会又焗翻样嘢出嚟咧？唔知噶嘛。嗯，我惊会咯。我因为呢排我又系瞓得真系又系好差，同埋之后成日好似发梦俾人。最醒咗周身汗，啲床单又唔知有乜鬼乱好交关，因为你发恶梦嘅时候喐来喐去，床单咪乱咯。嗯，
唔係，我覺得你真係要問一問醫生喎。咁你可以將呢啲情況，你下一次復診係幾時啊？廿幾號。今个月的廿几号，好快啫，好快啫。咁你可以将呢啲情况都同医生讲，咁睇下佢有冇办法可以，你有冇见心理学家噶？冇。咁其实佢可以做到转介噶噃。嗯，我再同佢讲讲啊。系咯。系咯，咁睇下诶，会唔会可以诶两边一齐帮一帮手咯？你咪睇政府噶。系。嗯。咁医生系真系话有需要先食药，系。咁你同医生倾下，话呢排个状况系咁，咁会唔会有其他嘅建议可以做到啊？需唔需要转工，定系其实冇所谓，我可以自己喺度做？咁可能会唔会有其他帮助啊？譬如转介我去睇心理学家，帮一帮个心理层面上嘅嘢啊？